剪纸得来很简单，它需要的辅助材料和工具很简单，一把剪刀，一张纸，坐在凳子上就可以开始剪，老少皆宜。中国人对龙是有感情的，小到节庆的仪式感，大到民族的史诗，是力量、勇气和智慧的神秘象征，也体现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和审美，也诠释着中国人的精神。我从六七岁的时候就家传沿袭这个剪纸，小的时候我照着动画片小人书里的各种角色学习剪，自己创造人物，拿着手里把玩，将剪好的小人放在这个床头，在娱乐的过程当中得到剪纸创作的启发。我们去做这个剪纸的创作呢，就是手的配合，我们的所有的小技巧都是在手指的那么一瞬间微小的动作当中才能够表达出来的，所以说我说它是指尖的艺术。剪纸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我的生命，当心中所想握在手中时，化腐朽为神奇的感觉，那是很浪漫很幸福的。